我们这个老年冰球队在前期是企业冰球队，是职工的业余爱好，单位成立这么个业余冰球队。我们这个冰球队吧，参与的人员将近40-50人，正经能参加比赛的有30多个人，年龄段呢，在60左右岁和50左右岁比较居多。像我都已经都72了，我基本上做着裁判工作。走走走，最好走，站门口射一杆啊，射一杆，好。年轻的队员呢，都是上班族了，他们得有工作，就是业余时间，也就是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能在一块儿切磋、打打球。这个剩下的，这些老冰球队员们，都是每天上午，8点开始浇冰、扫冰，浇完事儿开始打，一直打到每天中午的12点左右。冬奥会这个我们都真想去参加，去站脚助威，为国这个加油，到现场去看。但是受着这个疫情的影响，冰上发烧友们虽然说去不了冬奥会，媒体的给咱们创造一些这个视觉的大餐吧。